除了食材新鲜安全之外，学校午餐独工的专业能力的展现，是影响学生午餐品质好歹的重要关键。为了提升学校午餐独工自我肯定以及尊荣感，让嘉义县的学童在学校会当食到营养、食到健康。嘉义县政府教育处伫水上乡万林高级工商职业学校举办嘉义县109学年度嘉义都市学校午餐在地食材厨艺竞赛。馆长张良伫颁奖典礼上，感谢学校午餐厨工对师生用餐的用心甲付出，也期待透过比赛参赛厨工的厨艺会当更加精进。在赛事当中互相学习，透过比赛建立营养观念，进一步了解家己的工作需要共餐，让各校师生具有社会责任，更应该用心重视家己囡仔的健康，让学生会当透过健康饮食更健康、更勇壮。那这个比赛实际上通过这个比赛，一方面可以让这些厨工大家彼此认识，那另一方面也可以透过老师的教导，那教导他们在很多的用料，包括加工品的部分，那怎么样让学生的安全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那今天很高兴到我们万能工商来这边做整个比赛的场地。那今天顺利已经产生了所有的名次，那由我们的新木国小取得这一届的冠军。那我特别跟这些厨工讲，那我们希望他们应该建立观念。那如果当一个妈妈，那应该主菜是家里面的人在吃，但是今天是煮给所有的学生吃，所以它是公众性的，所以必须要建立健康营养的概念。那包括对于所有的卫生都要非常的重视。那因为它跟在家里面煮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希望他们透过这个比赛，那彼此之间厨艺可以精进，也透过这个比赛建立一些所谓的营养的观念。那另一方面也透过这个比赛，让所有的这些厨工知道他们是带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的。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这次比赛最主要的目的。首次参赛就提下独行，引起冠军队伍的新闻国小校长谢同伟讲，虽然食材不是特别好，但独工妈妈依然会利用卡斯将食材化为一道一道的佳肴，让囡仔拢会当食到欢喜健康。伊独嘅竞赛参赛者拢是嘉义县所属中小学的独工，以及学校午餐相关人员两个人组队参加。而参赛厨工需要具备丙级中餐技术师执照。比赛分为初赛以及决赛两阶段。经过初赛评选出前十二队进入决赛，决赛菜式在烹调初赛三道菜式以及现场指定菜式一道。其中初赛三道料理当中，必须爱有一道包含嘉义县在地当季的食材。新闻新闻正在行，最上向采访报道。嘉义的整个发展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产业太过单一，所以嘉义可以选择的就业的机会相对少。让整个世界再继续往前走，台湾应该在未来的产业里面有很多的布局跟想法。未来的世界经济还有很多的未来产业，我们希望嘉义可以被整个中央考虑，是不是有机会在这边成立，然后变成科学园区。嘉义变成是一个发展的重点，世界看到台湾，而且加码投资外商要来，借这个机会，我想科技部、国发会、经济部，我就把握这个机会。嘉义刚好得天独厚，也有这个环境，也有这个土地，那我们中央大力投资，让它起来。以嘉义的这样的空间，包括幅员这么广，而且空间在做无人机相关的这个试飞，包括测试，一般都有比都市有更大的优势。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牛熊航太园区，有可能发展无人机，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就变成是一个创新研发中心。我们已经跟十家业者跟中科院签了 MOU。他们都同意进驻了，所以我们希望院长能够慎重考虑我们国家级的无人机研发测试验证中心，那未来是否有机会设在嘉义？台体大的校区，那这个也是属于中央。那我这个请秘书长跟国防部、中科院还有国发会、科技部这一方面，我们也专案来帮忙嘉义，让这个进度能够